媳妇儿起来，起来，起床看日出了，快7点多了，快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四姐，赶快起床看日出了，7点多了，快！你起得够早的。看日出嘛，快，海上日出。太漂亮了，真好看哈。哎呀，就在这儿啊，看没有？穿上衣服吧，穿衣服去那个什么。咱出去看还是在屋里看看？甲板上看吧。嗯。上甲板上看吧。甲板上太冷了。是吧？嗯。那就在房间里边看。嗯。离开了就看不出来了。嗯。哎，这样才能看出点它。嗯，真美，真漂亮。走走走，穿衣服还是得到外边看。嗯，稍微远点就不行了，这个看不上了。嗯，必须近了才行。对，漂亮哈！快快快，你这速度还不如我。这太阳说出来就出来了啊！看没有，这已经泛红了。快点！快走快走，老李可磨蹭了。不要吃，拿卡，你拿卡。拿着了。拿了卡，手机啊，哎，哦，手机，手机呀、啊，你不用带了。行啊，哎，没人还挺好的。都起不来呢，昨天晚上都玩晚了，我看10点钟还有人呢、嗯。对，这晚上也有节目。哎呀，这太阳快出来了。这边走对吗？这边都是吃饭的。还是老李走的对，哎呀，人不让上啊，修护楼梯呢。哎，问问让不让？那上去看。啊，人那边让上，这边不让上。快点啊！哎呀，出来了，快点，快点。这段可以做个延迟摄影啊。那你的手一直这么拿着。早上挺暖和，这是往南走是吧？越走越暖和。看日出的人还真不多，啊，这是昨天他们有泡澡的地方。这水热不热？你摸摸水热不热？哎，热乎的水。温水啊！我说的他们泡呢。不。哎呀，是是是是。哎呦，是热的。温泉呢？这有来泡澡的了。这当爹的领着儿子来泡澡了，很漂亮啊！今天很暖和，比昨天晚上暖和多了。真是往南走啊！所以说越走越暖和，我这小棉袄也就该脱了。等有时间咱们也来泡一下。行，啊、这个温泉还是不错的。啊。嗯。Can I take a picture for you? Sure. Okay. Beautiful. 我们经常遇到人家问我们说，需不需要给你们拍照？这边的人有很多都很热情，所以说我们呢也跟着人家学会了，也是看着人家两个人呢，
就问一下你们需不需要给拍照。我觉得这也算一件好事儿吧，是不是？里边正在健身的啊，这是健身房。哎，他这个健身房要不要钱？不要钱。不要钱。哎，要不要到健身房进去看一看？有没有保龄球之类的？七层啊，我想打保龄球啊。这是早上起来活动的啊，走步的啊，走路就是绕着这个走，这个地下呢好像是塑胶的啊，这可以跑，这可以走，跑步在这左边，走路在右边。嗯，看太阳出来了，已经升得稍微高了一点，出来以后更漂亮，海平面上就有一道这个太阳的光。哎呀，让这日出弄得挺早。看一下这里面的健身房。嗯，这边还有保龄球，今天去打个保龄球，我也很喜欢打保龄球。往这边走，看一下啊，这边都有什么东西。哦，电玩。嗯，这个咱们不喜欢，都不会玩，不知道怎么玩。看，这是跑车，这是真正的跑车吧？这不是跑车，这叫什么来着？赛车，赛车。啊，这两辆呢，那边一辆，这边一辆。赛车放这干嘛呀？也不能开。这也是游戏啊。啊，这是游戏啊。屏幕在上面就模仿赛车的那种感觉。啊。吃这么早的饭？我有点饿了，是的。嗯。要不是看日出，我还得睡一会儿了。谁饿了谁去吃了。嗯，好，我也洗洗来。这早饭是不是有的还没开始啊？嗯，这是水果。那早饭吧，不是那么丰盛，我觉得。啊，绕一圈，有鸡，这是面包、点心之类。拿个盘子，咱们绕一圈，看喜欢的就拿点。哎，我去找地方啊。哎呀，今天可以有地方。好了，早餐开始，一会儿喝杯咖啡，要不你去弄杯咖啡去吧，我等你啊。一人一杯咖啡。好，我们的早餐开始了啊。干杯。干杯，干杯。一天心情愉快。那我忘拿鸡蛋了。咱俩人一人一半是煎蛋。哎呀，我不想吃煎蛋。这挺好的，里边还有青椒。啊，是吧？看老李这个颜色很好看，你一点青菜不吃啊？好了，开始吃饭了。好吃吗？还行。什么滋味？咸的。咸的，嗯。